还要等一下哦。再稍等大概十分钟哦。等我一下，快好了。等吗？对。加大的。大的，加小小辣吗？小辣。好。内用吗？对，内用。这样165。开始要加点水。好了，你看，慢慢的那个红色出来了，下芡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下芡。喝肉喝汤了，喝汤了，喝汤吃啊，骨头喝汤吃啊。好，再忙一忙，这个很好。再放一下的。你看啊，炸到眼睛红色了，炸到眼睛红色，两个焦焦的糖色慢慢出来。焖一下。健康的猫，这个可以下床，慢慢从这个上来。我觉得吃到这个程度哈，就是金黄出色的感觉，像烤肉一样。比较焦的部分就是那个已经熟透透了。有有有。这个就下面再煮，上面再倒。哦。下锅放一下。下锅放一下。那下面哈就翻动，稍微烧烧。